论是处在顺境的环境或不顺遂的环境，都要记得有人在等你回家，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你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不论你在外面流浪了多久，都要记得神永远都在等着你回家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还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里光。亲爱耶稣，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盼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里光。带领我们回家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。
永远点灯给我们回家的天父。愿神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